继续关心周末的天气，把时间交给雨洁。欢迎朋友，大家早安，又到了华视气象到你家的时间了。那么这一次雨洁要带着大家一块来到台北市的士林，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呢？因为呢，台北灯节呢即将要在今天晚上在士林展开了。那么其实呢，现在来到士林已经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灯节的味道了。像是呢，在这个士林夜市口呢，就有这个很像是日本的祭典的这样一个灯笼墙哦，看起来呢真的是非常具有气氛了。好，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前面呢，在晚间呢也会有这个很可爱的气球的这样子一个老虎造型的气球在这边登场，要来迎接大家了。那这一次呢，台北灯节啊，主要呢是结合了科技还有夜市的文化，主灯也非常具有科技感哦。我们带大家来看到呢，这一次的主灯啊是有4米这么高，而且呢是这个设定在呢来自于4022年的飞船，它的名字叫做台北士林宇宙飞船了。那么为了要顾及防疫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一早呢消毒人员就来这边进行呢这个场域的清消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晚一点要来这边欣赏这个花灯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做好所有的这个防疫的相关措施，口罩记得一定要戴好戴满，而且要保持安全距离咯。好，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次的主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一个呢这个飞行船的造型哦，而且呢有4米高。那么呢，它的展出的时间呢，就是从今天呢会一路到呢这个灯节结束，也就是20号晚上的6点到10点呢，每半个小时呢就会有3分钟的展演哦，所以可以邀请大家呢一起来欣赏漂亮的花灯了。好，那么其实呢，从这个花灯呢有很漂亮的展示之外呢，也有一连串的这样子的舞台活动呢，今天晚上也会陆陆续续的来展开。那么这一次呢，花灯真的是区域非常非常广泛，我们就为大家整理了其他的亮点咯，包含呢像是在美伦公园呢会有这个异国文化的展区哦，可以看到来自像是日本啦或者是新加坡等等的灯饰，让大家呢好像有出国一样的感受哦。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双溪河滨呢也会有这个水上的灯饰，还有一些呢倒影装置，让大家可以在晚间呢欣赏漂亮的花灯。还有呢，大小朋友最喜欢的这个摩天轮呢会有夜间摩天轮哦，因为呢配合这个台北灯节的时间啊，所以呢这个儿童新乐园的时间呢也延长到呢晚上的10点才关闭，让大家呢可以一起呢来搭乘这个夜间的摩天轮欣赏台北的夜景了。好，不过呢想要欣赏花灯，大家应该也都很好奇这个天气怎么样，到底要不要带雨伞出门呢？我们赶快带大家来看到了。其实呢今天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尤其像是在台北现在已经有阳光出来了。的确呢，我们先从雷达回波图上面来看到，今天水汽呢比较少一些些，就在东部地区呢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水汽。从地面天气图可以更清楚的发现呢，今天在西半部地区呢都是有机会见得到阳光的稳定天气哦。那么至于温度方面啊，像是北台湾地区呢可以感受到呢温度真的明显的回升了，今天的高温呢还有机会来到23度左右啊。那中南部地区呢，整体而言呢，到了这个白天呢可以感觉到呢真的还会有一点点热哦，因为高温有机会来到25度，甚至呢在这个屏东啊还有机会来到28度哦。那么在东部地区呢，其实整体而言呢温度上面的表现也算是呢偏温暖一点，只是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了。好，我们就为大家整理一下气象小叮咛的部分了。今天开始呢东北季风就减弱了，所以各地的温度呢都有明显的回升，天气状况呢也变得蛮稳定的。而中南部地区啊，这个阳光呢可以普照哦，所以呢感受起来呢甚至会有一点点热，但是呢入夜之后还有清晨啊温度还是比较低，日夜温差比较大，有将近10度左右，早出晚归要记得多穿一点点了。好，这样天气状况呢到了星期六呢同样都是呢比较稳定的，而星期天上半天呢预计都还是可以见得到阳光的天气。然而呢在下半天开始呢，这个封面就会慢慢的接近了，到时候呢又会开始下起雨来，而且紧接而来呢这个后方的冷空气又会报道，到了星期一呢东北季风又会增强了。整个这个假期看起来呢，其实天气状况呢大致上都还算是蛮稳定的，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到了下周一又会变天又会变冷了，温度上的这个改变呢提醒大家一定是要特别注意的咯。好的，以上天气资讯提供大家做参考。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